全能的神，我们尊重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各位贵宾，各位牧长同工们，大家早安平安，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感恩，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好不好？这时候你就跟你旁边的同桌的弟兄姐妹们跟他说，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祷告。Amen。 罗马书第15:13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正式宣布2023年国家祈祷早餐会正式开始。感谢主，让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们好好的来敬拜，好好的来祷告。我们要欢迎赞美之泉游志廷牧师，还有他的团队带领我们敬拜。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我欢迎神的荣耀来。向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父神，我们来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愿全台湾的百姓都来尊荣你的圣名。我们的祷告是你的国降临在这块土地上面，你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每一个家庭的里面，每一个职场当中，每一个校园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渴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国是你的国，
你的国就要在我们的国中掌权，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的国就是你的国，所以主啊，这是一个立约的国，这是一个守约的国，这是一个有应许的国，这是一个有山寨跟高台的国，这是一个有供应跟保护的国。这个国乃是有一个有一位独一真神在我们中间掌权直到永远的国，因为国度权柄都当从你而来。主，我们要相信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要向你下拜，因为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主，万七向你下拜，万口向你承认，唯有你是权柄中的权柄，高台中的高台。主，我们要看见所有一切假冒的、仁义的、败坏的权柄都要在你面前扑倒，毫无用处。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从人的膀臂而来的，乃是造天造地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从你而来的。主啊，借着在这个时刻，主啊，你给我们的国家有一个机会看见那荣上加荣、恩上加恩、荣福上加福的极大的神迹奇事要翻转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只是要看到个人得救、家庭翻转、职场能够得到极美的见证，我们更是要看到国家整体能够成为一个在末后时代的见证。我们相信你要使用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把我们的国家举起来，在列国列邦当中述说你的荣耀，传扬你的美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重你圣洁荣耀尊贵。2023年的国祷会，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宾，还有驻外的使节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再次交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永远是我们国家的上帝。Amen！ 相信的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今年的国祷会非常非常具有意义。我想也是因为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也是让我们能够永远永远相信他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国家就被建立，他永远做宝座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来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位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们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业、我们的每一个各个层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国家，特别祝福我们的总统，祝福我们的文武百官，祝福我们的每一个这个政府单位的每一个官员，祝福我们的经济，祝福我们的这个教育，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层级。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祷告，只有上帝可以救台湾，只有上帝在国中掌权，那个国才不动摇。 Amen！ 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呢总统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能够参与我们的祷告会，因为有总统可以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所有的基督徒呢可以一起为我们的总统来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为我们国家祝福，特别能够为我们的蔡总统来祝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为蔡总统祝福，能够有更多从神来的智慧、谋略、敬畏耶和华的灵能够充满他，能够相信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可以更多的可以帮助他。所以今天总统在我们当中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可以他可以莅临我们的现场。
所以好不好，我们非常高兴总统已经到了我们会场，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我们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入场。我们非常高兴总统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国家祈祷，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百姓。会众不用站起来没关系，让我们的国家充满和平慈爱，有信有望有爱。各位请坐，各位请坐。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今生欢悦歌咏高，神颂主神恩。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早早起床，嘛早早出门，啊，为着上帝国，甲咱所徛起的导师，咱伫即搭遮要做上要紧的事。阿门。所以咱来互相祝福，甲隔壁讲，你真牛仔，你真有影响力，来。咱用诗歌来敬拜俄罗上帝，用行动向世界来宣告，咱无分族群、区域还是教派，咱奉主耶稣的名做伙来祈祷，成做一个合一的见证。咱更加相信，咱直接敬拜、直接祈祷，上帝就伫遮在听咱的祈祷。阿门。所以，因为主耶稣有应允咱讲，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什么。那是当心，就我伫天里一辈要甲因成，所以我相信今仔日咱组织伫遮的每一个人，拢是当心的，对无？阿门。
所以咱同心祈祷，上帝的确成，阿门。咱这回来讲来，咱同心祈祷，上帝的确成。是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第四节，安尼讲，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接赦，替这些王甲隆重的官府求。好，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好。搁得到接纳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伊爱众人得到救，也深知真理。所以咱基督徒为着国家，为着咱的执政者来祈祷，就是承认真正掌握国家的权柄的是咱的上帝，因为咱的执政者需要上帝赏赐的智慧、听心。灾情甲健康来治理教会、治理国家。我知影有真侪基督徒，逐日拢举手，为着咱的国家，为着执政者，为着咱的官员来祈祷。特别伫过去这三年外来，伫疫情的冲击下面，咱看见上帝真正听咱众人的祈祷，予咱的政府有智慧甲判断来执行上佳好的决策，予咱的百姓。愿意配合来走过上界艰难的日子。啊，阮的教会伫2021年1月24日开始，阮嘛对着真侪教会来推动 RPG 的复兴祈祷运动。伫这两年半，阮的教会每一礼拜大概有1000人次的人在 RPG 祈祷，敢那一间的教会哦。啊，咱4000-5000间的教会偌济，算袂了对无？所以当咱两三人同心来执行 RPG 的祈祷的时阵，咱就是确信上帝伫咱的中间听咱的祈祷。所以咱做伙的祈祷的开力甲祝福，是超过咱的手所会当做的，敢毋是吗？就亲像圣经所记载，无数只信仰的前辈，甲2000多年来教会的历史中间无数的虔诚的基督徒，伊用祈祷甲上帝同工来帮助需要的。改变他方的环境，祝福国家甲影响世界。咱正教会祈祷嘛，必然带出这款的快乐甲祝福。咱安尼做，会予咱的上帝欢喜接纳，嘛予世界看见台湾，珍惜咱台湾。阿门。所以祈祷是上要紧的事，嘛是咱基督徒逐日拢在做的，因为这是大事，是得到大快乐的所在，也是上帝赏赐咱基督徒的一个冠冕。所以，咱应该拍死无退，逐日就要点着祈祷的祭坛来执行祈祷的官兵，嘛要提醒咱周围基督徒，逐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国家、为着家庭、为着咱的教会献上祈祷的祭。所以，咱的祈祷是啥物？是拍死无退，对无？咱来宣告，咱的祈祷是拍死无退来。无够济吼，搁一摆好无？咱的祈祷是拍死无退来，是，所以无论这个时代的变化安怎，环境怎样变迁，科技医学怎样进步发展，人民上界基础的期待是甚物？就是会当平安快乐、富足来过日子啊！其实这嘛是赏赐创造咱的上帝伊的心意啊！伊应允予囡仔信靠伊的人。通得到这款的福气，所以就亲像经文所讲的哦，予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意思就是讲，咱若常常专务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执政的官员，为着咱的蔡总统来祈祷，上帝就会搬过咱所想未到的，不但会保守咱免受一切的灾害，嘛会成就伊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百姓就更加相信，凡事都要敬畏上帝，过着清气有礼数有尊严的生活。阿们。圣经跟我们说这是好，又得到接纳在救我们的上帝的面前，他爱众人得到得救，也深知这个真理。就亲像被上帝他在圣经跟我们说明的，他应允的说，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个，那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当离开因的歹路，
我要对天来听，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我要目睭看，耳孔听，伫这所在所现的祈祷。所以感谢天父上帝，伊欢喜咱献上的敬拜甲祈祷，因为伊是咱天父的老爸。阿门。所以咱常常讲，唔免惊，上帝是咱阿爹，有理无？咱做伙来讲来，唔免惊，上帝是咱阿爹。所以愿咱的国家甲社会，会当亲像即届主题的经文所宣告的讲，愿享受盼望的上帝，予恁对神来充满达样的欢喜平安，予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盼望。所以愿徛起伫台湾每一个人，拢用心疼惜即块土地，彼此包容，互相尊重，对创造万物的上帝有信心，依靠耶稣基督的名来建造和平安乐的社会甲家园，会当享受伫地呢，那阵伫天呢的平安甲欢喜。阿门。所以咱做伙来宣告哦，有一句话哦，叫做咱同心建造信心甲盼望的台湾来。咱同心去做信心甲盼望的台湾，搁爱加一倍的声量，对无吼？爱有够硬的信心啊！搁一摆来哦，咱同心去做信心甲盼望的台湾。阿门。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啊！今天早晨能够参加我们国家祈祷早餐会，我想也特别谢谢同工们给我这样的一个荣幸，能够在这边有一点点的分享。其实今年是我们家来到台湾的70周年。在1953年，我的祖父祖母戴永勉、戴永和就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了台湾。就去到了我们台湾的南部在那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教会。2年之后1955年我的父母亲也就来到了台湾也在这边服侍了许多年。也因为如此我跟我的两个姐姐都是 MIT Made in Taiwan。我想不单单是 Made in Taiwan， 我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讲中文，能够讲华语，也能够认同我们台湾人，因此没有把我们放在美国学校，把我们放在国民小学，所以跟大家一样，我都是波波莫佛德特勒勒来请成长的。那时候在高雄的小学念书，每天爸爸带我们去学校上学。有一天我们跟爸爸有一个特别的请求，好不好不要把我们带到校门口提早就让我们下车很好奇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就天真的回答我的爸爸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同学知道我们的爸爸是美国人。我的爸爸就跟我们说，你们要不要照照镜子。那时候我还头脑转得不够快，要不然我就跟他说我是外面白里面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边是我们国家祈祷早餐会，我就特别想到了在圣经，在旧约，在诗篇第86篇，一位元首，以色列的元首大卫，他的一个祈祷。我就愿意用这一个祈祷作为今天早晨短短几分钟的分享。在诗篇86篇的第11节，大卫他这样说，他说，上帝，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想这一句话，这一个祷告，
对我们今天而言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今天愿意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一句话。求你使我们专心敬畏你的命，但愿我们台湾2300万的百姓也都能够专心敬畏耶和华的名。我想对信徒而言，敬畏这一个词应该不陌生，在旧约在新约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有200次之多，甚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还告诉我们，其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就先需要从敬畏耶和华而开始。当我思想到敬畏这一个词的时候，我就特别联想到旧约有三个人物，我们可以或许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敬畏的三个重要指标。第一位我想到的是我们熟悉的挪亚。其实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那边告诉我们，挪亚是因着相信且蒙主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使他的全家在神审判当时世界在洪水当中就拯救了他的一家。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词，动了敬畏的心。我们怎么样看到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呢？我们从他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话，看到他敬畏耶和华。因此全然的顺服，我想是一个重要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指标。我父亲在10多年前2009年就被主接回天家。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给了我两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今天有把他们带来。一个是全世界最小的一本圣经，我想大概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读这一本圣经，但是圣经旧约新约66卷书都在这个的里头，或者这个的上面，全世界最小的一本圣经。他给我另外的一个礼物，是一个当时在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弟兄和姐妹们用手来抄写的一本圣经。我想他把这两个送给我，也是提醒着我记中敬畏耶和华是从顺服神的话而来的。因此但愿我们台湾，我是说我们台湾哦，我特别喜欢听刘子俊牧师用台语讲话。但愿我们都是因着顺服神的话而敬畏耶和华。挪亚全然顺服。第二个例子我想到的是约伯，是约伯。在约伯记的第1章那边也告诉我们，约伯其实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的一个人。换一句话，我想约伯的敬畏是因着他追求圣洁，在他追求圣洁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带领带，几乎也冒犯了不少教会去讲到不打领带。我总是觉得打领带，对不起哈，在我们当中打领带的牧长们，我总是觉得是受洋罪。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场合，
好像不打领带也不太对。我想尽了脑筋，后来决定做一件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就是买一件牧师的衬衫。我今天穿的这个衬衫是第一次穿的，一辈子都没有穿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牧师的衬衫是什么颜色，这个领子的这个部分是什么颜色，是白色。我想这个提醒着我，提醒着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因此我们要追求圣洁，像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我想我的祷告，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不看而把它再放上试试看。我想约伯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是追求着圣洁。也但愿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块土地，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Well, 第三个有可能你联想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边描述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若是你熟悉创世纪二十二章，你会记得在那边记载着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带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山上去，他就去到了摩利亚山。我顺便提一下，其实在三千年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上了那一座山，在加略山上面就将他的生命摆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清世人的罪。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带到了这一座山上。你会记得在那个地方，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没有留下任何不给我的，因此从此我看到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挪亚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约伯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我想我们当中有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彭蒙慧宣教师，其实她是我的学姐，我们是同一个大学，总是要拉关系嘛，对不对？我们她是我的学姐，我们是在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当然我是好多年之后。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她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的完全奉献。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也看过了一个戏剧，这个戏剧就描述着彭蒙慧宣教师、彭蒙慧老师他的生平。这一个戏剧的名字叫《因爱启程》，据说去看这个要带一盒卫生纸去，因为下面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不晓得你若是看过，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当彭蒙慧拒绝了一个在追他、要跟他谈恋爱且要跟他结婚的一个人，他决定不跟那个人结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的负担不是把他的一生留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而彭蒙慧、彭老师他愿意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咱台湾人。我想那一个场景是让我最感动、最感动、最感动的。我想因此也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愿这块土地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土地，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追求圣洁，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奉献给上帝。
愿神祝福早上的聚会，也继续的祝福这一块土地。谢谢。It is a pleasure to be with you today. Today is a very meaningful day in Taiwan history. As we gather today, it will not only be recorded in our memories, but our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know about it.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今天对于台湾的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聚会不仅是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也会被我们的后代记得。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Heavenly Father, we give you thanks for this nation, which has blessed other nations in many ways. 天父，我们为这个国家感谢你，因为你使用台湾成为许多国家的祝福。We pray.So your powerful hand, your goodness, your mercy will cover this nation. 我们祷告祈求你大能的手，你的良善和怜悯要遮盖这个国家。May your presence fill Taiwan, and may every Taiwanese put their eyes on you. 愿你的同在充满在台湾，愿台湾的每一个百姓都能把眼目定睛在你身上。Thank you for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that has been given to this nation. 感谢你赐给这个国家一个慷慨的灵，这个慷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Which has been a blessing to so many. 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Including my country, Guatemala. 包括我的国家瓜地马拉。We bring our petitions before you. 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Asking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向你求平安跟繁荣。But above everything else, may your presence be in this land.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你的同在停留在这块土地上。Bless all the inhabitants, bless the economy, and the health of every Taiwanese family will be protected by your mighty hand. 我们祷告，愿所有台湾的百姓都蒙福。经济蒙福，每个台湾的家庭都在你大能的手中被保护。May your love become evident in every home, as well may every family be blessed in all their needs. 愿你的爱在每个家庭当中得着彰显，每个家庭在他们的需要上面都经历你的祝福。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for the opportunity to gather here this morning. 天父，为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聚集，感谢你。We pray that Taiwan will be a land where life flows, where peace overcomes, as you are the Prince of Peace. 我们祷告台湾成为一个生命源源不绝流动的地方，因为你是和平之君，愿和平永驻在台湾。With our trust placed in you, good Lord, who allow u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we believe.我们把信心放在这位良善的主手中，让我们明白义人因信而得生命。With reverence, we bring our petition before you. May your words bring us hope, embrace us with your mercy, and fill us with your love. 我们虔诚地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带给我们盼望，愿你的怜悯拥抱我们，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In the mighty name of Jesus, we pray.Amen. 奉耶稣大能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召唤蒙你宝血救赎的我们，修理看守你的产业。然而，因着我们的贪婪自私，破坏了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气候暖化的恶果。联合国的报告清楚地指出，极端高温、干旱、超大豪雨、洪涝、超强台风、冰川消融、海洋热浪、海洋酸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等环境冲击，正在深切地影响我们当前以及未来的生活，是我们全体人类都要面对的气候战争。
我们的国家也正在经历一个干旱期，中南部承受着缺水的困难，祈求上帝赐下恩雨解除当前的危机。在一个环境快速变迁、生态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基督徒实在承接着一个无可回避的责任，要做大地的好管家，要做世人的好见证，成为一个忠心的守望者。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当年的榜样，卷起袖子进入受伤的世界，与全体国人一起修补满目疮痍的环境。气候暖化的冲击前所未有，这是人类生与福、死与祸的迫切危机，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得到解决。我们的国家已经立下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也制定了关键战略行动的因应方案。求主赐下智慧与力量，保守祝福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与全体国人同心尽力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台湾历经各式各样的风雨逆境，但是我们屹立不摇，同时我们越战越勇。今天在这里，我要引用以弗所书上说的，因着主在我们心里运转的大力，我们必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我们求主能够赐下智慧、勇气、信心，跟蔡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执政团队同在，顾念台湾以及在台湾这个岛上生活的2300万人，不断加给我们力量，赐我们智慧，不断在各种环境底下带我们前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什么都能做。这个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主啊，我们要为台湾不同世代之间能够持续的传承，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来向你祷告。你在圣经里面不断提醒你的百姓，要把他们与你相遇的经历传给子子孙孙。因此我们向你祷告，你过去如何借着上一代的人赐福了台湾，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这样的赐福借着不同世代之间的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彼此帮补、彼此连结，能够继续美好的传承下来，甚至加倍的赐福。感谢你让共同居住在台湾不同世代的人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与时代背景下健康的成长，这些不同世代所拥有的不同观点与经历丰富了台湾的人文，造就了台湾的多元。但是主啊，我们也看见不同的世代之间难免会因为差异而产生误解与伤害，因此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向每一个世代都学会你跨越差异道成肉身，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典范。求你带领我们明白，世代的差异不是鸿沟，而是你给台湾的丰盛。主啊，所以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上一代的经验累积要成为下一代的资源与智慧，下一代创意的奔放要成为上一代的喜乐与活力。求你让每个世代的台湾人都能看见，我们不能没有彼此，因为我们是两代三代甚至多代同堂的一家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主啊，我们特别为世界的和平祈祷，愿让人恐惧危害人们生命的战争尽快的停止，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立刻
停止，愿各国的人民都充满公义与怜悯，大家都富有宽恕的精神。主耶稣基督，你曾经教导我们，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我们都有手足之情，弟兄姐妹之情，有同胞之情，并在生活当中缔造和平，彼此和乐的相处。主耶稣基督，你曾经以葡萄树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你就是葡萄树，我们彼此都是树枝，树枝不能够离开葡萄树而自己生活。愿我们树枝与树枝之间，我们都共融在一起，这样我们的社会以及教会就会繁荣结果实。我们祈求慈爱的天父给我们国家注入充满希望的精神和生命，使我们的教育能够往下扎根，我们的文化能往上提升，我们的经济能够蓬勃的发展，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祥和，在宗教之间更能够善意的交谈，人与人都能够和好的共融，成为普世大爱的和平的工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我们做以上的祈祷，阿门。Amen, Amen。谢谢，谢谢五位贵宾，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非常的荣幸邀请我们的总统呢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致辞，所以好不好？所有的来宾，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拍手欢迎我们的总统来莅临为我们致辞。我们周神助牧师，我们谢光泽会长，各位牧师，各位长老，所有的弟兄姐妹，各位驻台的使节代表，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大家平安。在我致辞之前，我首先在经历刚才的祷告之后呢，我有一个感想，也就是说我的台语不如周信荣牧师，我的华语不如戴基中院长，我的英语不如彭文慧老师。即便是如此，我相信我们对耶稣基督敬畏的心是一样的。我也带着这个敬畏的心来为国家做事，确保和平。我也带着这个敬畏的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平安，可以和谐，可以繁荣。我也希望我们人民有信心，有信仰，有公义怜悯的心。那刚才我们几位领导祷告的我们的先进都有提到我们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世代差异，还有很多我们所面临共同的挑战。作为国家的总统，我有责任，也希望大家秉着公义心、耶和华的敬畏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为台湾的社会来打拼。在这里我也要为彭文慧老师几个补充。彭老师不要紧张，彭文慧老师曾经拒绝追求他的人，彭老师说其实不止一个。彭老师还说他不是只有今天祷告，他天天都为我们祷告，也为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他也常常替我祷告。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都送来鼓励的讯息，所以我要在这里谢谢我们彭猛慧老师。至于戴季中院长，我觉得你不但是季中，而且还耀中，你的父母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我们历经三年的疫情，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我们教会朋友，过去几年不仅为台湾社会带来福音，也共同努力克服疫情的挑战。从这月开始呢，台湾疫情等级已经降阶，今天我们可以跟来自海内外的弟兄姐妹一起参加祈祷早餐会，为国家及世界来祷告，格外的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家的团结打拼之下，台湾的各个领域稳健发展，也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情势中站稳脚步，持续走向世界。除了持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政府也进一步扩大福利措施，让长辈、小朋友以及各年龄层的朋友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顾。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更多，需要大家继续团结，一起努力。就像今天祈祷早餐会的主题经文一样，我们相信透过团结所有的力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能怀抱信心，一起克服各项挑战，共享丰盛。教会是支持台湾社会安定的力量，谢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台湾奉献付出。展望未来，我们一起互相守望，一起在实践公益的道路上，我们愿上帝祝福台湾，谢谢。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总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国家来祷告，为我们总统来祷告，我们所有的五院院长来祷告，求上帝在台湾继续的掌权。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完了我们请郑伯仁牧师来带我们做这段结束的祷告。我们全体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疫情紧张、国家局势艰难当中，我们奉主的名为我们所敬爱的蔡总统来祝福祷告，求主保守你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敬畏的心，与上帝同行。上帝要赐福给您，使您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上帝也要借着圣灵把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和对上帝的敬畏赐给您，让你面对处理各样的国事，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是能依靠上帝得胜有余。我们也祝福蔡总统能带领五院十四部的政府首长都能够同心合意，步伐整齐，忠心良善，为国家来效力。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能体察县市地方的民情，中央与地方政府能通力合作，使国家永续发展，带来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民生安定。祝福中华民国不但能够转危为安，并且成为普世华人世界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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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救我我。心就还没脱锁，稳定阻碍的高半世代，我们要求明白一次落一夜过下，我路尽修一秒一摸索，在场时刻就快来耶和华救我心就爱比头酸，温暖阻碍的高半世代。
俄罗斯星宿。